我是刚刚练合掌的112年了，10月10号，瑞芳桥边道，10:53耍拍照是有列车的会通过，应该是我的218了。今天早上就拍了蛮多列车的。对我来讲量是蛮少的，我只拍了两趟次的彩绘列车，一趟只有3000，然后大家还可以拍一趟不用嘛。10:53，以及1900，等一下他妈218哦。来吗？18/08江北用2020的普悠玛奖，用2021的上天2022普悠玛奖。拜拜，我的普悠玛奖号，用2021的上天2022普悠玛奖号，在瑞芳红桥频道已经通过，谢谢观众，拜拜。